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美丽的上海，我想见 Gaby 了。Gaby, let's go. 法教中心好多东西玩啊 ，Gaby。再见。Okay, so are you ready? Yes, we're ready. 天哪，是这样的画面吗？早教中心。Okay, everybody, you can clap your hands. 拍拍小手喽。Clap your hands. 我们配合干啥 ？Gaby, clap your hands. Gaby.凯比说：“这都谁呀、啊？干什么、啊？这么多人。”哦，你们的小拳头在哪里呀、啊？跟我一起来好不好？凯比，爬小手啊，爬小手。没事吧？不是，他有点懵。这是他第一次上吗？第一次上。哦，那难怪了。喂，天猫。哎呀，有点害怕。Jump, Gaby, jump. Jump, jump. 不停的抱抱。不舒服了。没有，他不适应。Okay, let's all count to three and open it. One, two, three, ta-da!Yeah, you're right, Maraca. Okay. Come on, Gaby. Gab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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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We can change. Thank you. It's for you. Thank you. Say thank you. Red and right. 他们两个非常投入，你看到没？是我们在上课。好认真。And right, lef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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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 right. Showtime. 哎，你看，哎，哦，一点适应了啊。哦，他还给别人分享哎。然后他就开始表演了。他愿意到舞台中间去表演，你看，还可以离开你们。哦，好快乐哟。拜拜喽！拜拜，阿姨，拜拜，拜拜。Gaby，Gaby，Gaby， 这边，过来。你个。要不要听海普诺凯公主与牛小七的故事？在荒漠森林，牛牛特工队就是他们了。和阿布拉展开了魔法的正面对决。善良的牛小七带领着牛牛特工队，凭借着勇敢和智慧，拯救了美丽的家园，守护了海普诺凯王国。耶 ！Gaby 也要像牛小七一样勇敢善良。OK。好，爸爸和 Gaby 一起分享牛小七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那牛小七呢，其实来自于海普诺凯1897童话节线下童话剧里面的卡通形象。今年呢，海普诺凯1897童话节的 IP 是全新升级了，欢迎宝妈宝爸带宝宝去线下体验一下。哎哎 ，Gaby， 我们一会儿画画好不好？行。哇。好大呀！我上次见到这么大的画布，还是在《唐伯虎点秋香》的片头那里。哎呀，在上面作画，按摩按三天才可以消除我当天画这画的疲劳。我的天哪！这个有点难度，我都好久没有玩这个呢。哇，这是我们小时候画画的时候用的东西。我跟你都学过美术的啊、哦！你不要说出来。啊，应该怎么样？应该比
夸一下你哦。行啊。我感觉是唐伯虎一样。哦呦，隔壁。哇。宾果那个。这是谁？蝙蝠侠。哎呀。好大压力，我这里画不好，然后你这个就前功尽废。OK 啦。我从没画过我自己耶。不如我画你吧。可以啊，你可以画我，我画你，你画我。对，我对你的印象深刻一点。你起个稿，然后你的耳朵好像巨大，其实你的五官都是巨大。非常美。我们都在努力哦。哇，你把我画到这样。真的画得很大五官。你这个三星堆耶，是四川一个谣传呐，就有外星人的地方。你说像不像？太好笑了。是不是很像三星堆？Sorry。还代表我跟你先说声对不起。子王老师，画画可以。OK 了，简简单单漫画。Gabby， 他们 Gabby 啊，画得太好了吧？哎，这个有点震惊啊，这个有点专业水平啊。还可以。真真啊，他说怕怕。啊？你看看我画的 Gabby， 你干干。Come on， come on， come on， Ga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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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是不是 Gabby 啊？ Gabby， 爸爸，爸爸，爸爸。哇，你这个三星堆越画越过分。超美。Gabby 说超美。捧场王。好了。Warning。他进厨房了。他知道那有东西，扫地。我的天哪！有认真在扫啊，好棒啊！啾啾，爸爸好美哦。是三星堆的美男子吗？三星美男子哦。怎么了？这就是结了婚之后的艺术作品吗？没人理他。爸爸妈妈在投入的创作，可多余了。天蓝，喝水。哇，他自己喝水。别。他们，我没有看到他。哦。我都没发现这个。哇，他已经去过那么多地方了。毛啊 ！Gabby， Where are you, Gabby？ 嗨耶 ！Gabby 太不像一岁多的小宝宝，这好聪明啊！我觉得应该要起个题哦。我已经做好准备看一个那种抽象的，就是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怎么画这么好？要写个什么主题吗？要一个主题啊。
家庭地位。Gabby Gabby， 我们打手印好不好 ？Come on。哎呀，哎呀 ，Gabby。叉叉叉，打在这里，这里。好温馨哦。爸爸好像好小。可以走了。还是快去快回。Gabby 呢 ？Gabby 睡了，节目组就帮我们照顾了一下。1995年，我是1995年离开上海的，已经走了20年。啊，侬上海人？哎，上海人。就其实一直也蛮想回去自己住的地方看看呀，看看那个弄堂还在不在。哇，20年上海变化太大了，可大了，所以也蛮期待的，想去看看旧屋子还在不在，可能已经拆了。欢迎来到我的老家镇宁路。这就是镇宁路哦。哇，这个要我得拍个照。我真的，这个太有纪念价值了。我是108号耶。啊，你就是吗？我就是108号哎。那108号还有吗？哇，你老家以前是这样吗？以前当然不是这样了，哪有这种楼啊？现在真的变化太快了。这种可能以前有，就是这种屋子啊，一共6层，我是最高那层。然后那个弄堂里面，有时候就是会很跟那些邻居啊、小朋友啊会玩耍。106了，那下一个是108了吗？106是这边吗？所以这个是108，就是108了。哦，我感觉是这个，像不像？是不是只是翻新了一点点？这种味道还在呀。那就是这样啊。这个是108吗？没有了。好难找啊。请问108是在哪里啊？镇宁路。谢谢啊。谢。五四五弄。五四五弄。108。108哦。这里就是108啊。哎呀，应该是了吧。然后走到底就是我的那栋了吧？哦，走到底。那个时候我是走到底的，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有没有变。进啊，进不了了吗？对，里面出不去都是死路。哦，这里是108吗？不是，108在前面。108在前面。哇，这不是108。嗯。不好找。那我们走错了。哦、谢谢哦。走错了，但是是这种味道了。往这边拐弯就到啊？对啊，那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啊。啊，满满的回忆。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都移民了是吧？爸爸妈妈一早就移民去国外了，然后所以9年都是外婆带。对啊，然后外婆外公就是我最亲的人了。那9年每天就跟外婆一起，每天他就坚持送我上学下学，然后他很保护我嘛，然后叫我走前面，他跟着后面，就说啊你走你走，就看着我走，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外婆就会保护我。其实，哎呀，有106了就找不到108呀。有可能真的不在了。我就是觉得可能拆了。哦，这里当位，拐弯，这是102号。但这种感觉很像哎。哦，好像哦。96，就是这种感觉啊！哇塞，
哎，这个有记忆，这个有记忆，这个有记忆。我好像感觉这个完全没有差哎，完全没有变哎。然后这个宽度也是我想象中的。104。近啊，好近啊。100。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这边啊！太兴奋。有啊有啊有啊，没猜，没猜，哎，就是这里啊。这个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对，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玩的。那108就是这里吗？就是会呼哦，这108。哎，就是这里哦，就在这儿。这还能找得到，不容易耶。镇宁路，李亚男童年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一遍。来吧，出发。跟我来。一二三四，哎呦，我们厨房也是这样子的，是靠着窗的，所以偶尔呢，就是有邻居煮饭，我们会闻到那股香味儿。最喜欢那个味道，回家的味道，回家的味道，邻居的饭的味道。嗯，哎呀，那个时候我跟这个邻居好像是朋友，就是我外婆跟他就经常就是分享食物啊，聊天啊。然后，最后一层了，就这是这层了，就这里，就这里，这里，就这个吗？就这里，就这里，这里。到了你老家呀。Hello， 这个寻访好有意义啊！哇，他们装修了，还是那种感觉。对，一模一样。哎，不好意思去敲门了，别人的家了已经是。哇，我的竟然我的老家还在啊！我妈一定满满的回忆，因为就是他们结了婚之后就住在这儿了，他们又去国外了，然后就一直跟外公外婆待在一起啊。外婆真的非常的照顾我。哎呀，这就是每天我跟外公外婆一起度过的岁月，就在这里了。哎呦，我都发了，都发给我妈了吧？哎，都发了。哇，真的。啊，都有感觉啊。哇，完全没有变啊。我记得就在这个位置，他们会摆摊。哦，现在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跟外公外婆就是拜拜，就第一次坐车要离开去国外了，也是在这里。记得他们就是我回头看他们挥手。那个记忆。对，好舍不得。哇，一走就走了20年。太奇妙了，时间过得好快。我什么时候认识你？05年。对啊，所以05年之前你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对，哪怕是我们结婚了，我的小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你的小时候我是不知道的。然后谁会想到两个地方的人后来会这样走在一起？
你为什么哭的？因为我外婆刚过世。哦，对，也是很亲的，对吧？外婆。对。对，因为以前我跟我外婆住在一个非常破的地方，所以后来呢，我上大学以后，我有好多年都不愿意回去。就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就是有很多不美好的回忆，有时候你作为人你会逃避一些回忆嘛。后来直到我都生完我家多乐了，我有一次就鼓起勇气，就是又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旧的楼上面，然后也拍了很多照片，就跟亚楠一样找去，就还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样子，一模一样哦。对，因为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在前面走，外公外婆在后面护的那种感觉，对吗？他们也是这种护着你。但是就刚才就特别羡慕，就你回去才能够找到那个熟悉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那个老房子了，就是我外婆去世之后，那个房子就被拆掉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就是突然间会觉得说，确实我们会少了很多的回忆点，因为记忆它其实很残忍，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时候想不起细节，但当你看到那个房子，看到那个窗口，你很多的情境就涌现出来了。对，还有可以跟家人多制造回忆，自己将来要找回那些回忆就比较容易。对，所以还好你还有个地方可以念想。你们的这个六期的挑战就完成了。哦，他们今天是？对啊，也是毕业考试吗？毕业了，他们毕业了，小学毕业了，好不？小学，那你的成绩挺好的，进步挺大的。我觉得祖蓝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一个人，他语言不说，但他就是用行动去陪你去做事情。对，他帮我做了很多很多。对，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没有说特别大的什么进步一说，你一直在如一的这样做。他们仨根本就不应该来这个学校。哎，他们仨就像小时候老师的那个公开课、示范课，谈不上毕业，根本就来了就基本上能做菜，基本上三个都是。像张爸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都已经是厨师级别的，就那种感觉。但是也许身边的女人们会很有发言权，能觉察出那个变化。我们会觉得很幸福啊，因为就是看到她平时不怎么做家务，也不怎么煮饭，还是有进步的嘛。对，就我们节目还是有一点提升，给他们提升空间。对呀、啊，让她有这个，就给她有这个机会去发挥她的长处。那阿姨呢？你觉得你身边最重要的这两个男人，他们的变化明显吗？即刻变化明显。他自己一直说在北京，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也不相信啊。这次能在家里边通过这个节目，从头到尾把自己把整个的这个菜做下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对，他的毕业考试特别完美，完全是100分。尤其那个鱼做的，刚才祖蓝他们家庭全家一起完成一幅画的时候，我们挺触动的。然后节目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一下。不会画画，不会画画，不会画画，真不会画画。画啥呀？我想画呗，就什么的。我是画哪家呢？就什么意思啊？你没有人画了，你替我画我们家。哦，也可以啊。好嘞。张帅，你快来帮我呀！我可不会画画。快点，张帅明，你不过来帮帮我呀？我不会画画，我想画儿子在后边辅佐咱两个人，我不会画呀，你快来画吧。你快画吧，快点，我不会画。哎，你画得很好，画得很好。哎呀，不行，没想到你还有画画天赋。哎呀，你快别闹我了。哎，你看朱丹老师那画，哎呦，别说还真像。栩栩如生，栩栩如生，真的。你听，跟我说话呢。哎，说什么呢？是不是骂你了？是不是？说，别挨骂了。来吧，我们室友组，来，各位都先隐藏着啊，来，室友组。
来解读一下。不大锅吗？大锅和大成。大锅大成，嗯，你看那个首尔。就首尔。为什么先我呀？先我。先从次的开始。我这个怕你们受不了，你看。看得出是。谁是谁呀、啊？这三看得出来吗？这个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你这你这你。右边的是宝宝。我们按顺序来看一下。哎，中间的是我，我们仨呀。对啊，这是傅首尔，这是我。啊、你们仨颜色都一模一样吗？哦，还真是。我的寓意也很深啊。你的解读一下寓意。工作就是我的家，工作就是我的家。我刚刚拿起笔来，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我没有写。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点过了，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真的，不是开玩笑，这就是我的家。这还得看一眼。这没有办法。哎呀，还不诺凯一八九七。内心就是这么想的。蛋总，刚才那边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我觉得是这样，刚刚那边发生的情况是客户说要过去要过去，然后导演说算了，他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好，我们俩谁来？这是不来啊、哦！我先来，因为你那个比较有解读空间。也没有瞎画的，我这我以为要很认真画呢。就我的大肚子，然后他抱着我，然后我女儿在我们底下。你看你画周一围的时候那么认真，画你女儿的时候用了两笔。没办法，我对我老公的崇拜一如既往。来，你来，我来啊，跟个长臂大侠似的。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苦苦的支撑着一个家。这个女的呢，就是这个人高马大，熊虎背熊腰，然后苦苦的伸着双手为家人遮风挡雨。哦，你这个你不客观，不客观。张妈来，张妈来，哎，都不好意思这样了啊。没事儿的，没事儿的，有信心，有信心。哎呦，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哎呦，差不多。我为什么这样画呢？因为。我现在儿子长大了嘛，他在后边扶着我们，哎，双手打的肩，我也不会打。这边还有两个小狗狗。对，哎呀，这狗狗也画得很好哎。可以。真的第一次，一会儿你看，一会儿亚楠，哎呦，太好了，画的。来吧，重新的画了一次，刚才。还是三星堆好不好？现在变成三个三星堆。没有。可爱了很多，鼻子小了一丢丢，鼻子小了一点。哎呀，蛮好的，很可爱，很浪漫。这个我们粗浅的判断，亚楠这个就是过得像公主一样，很童话。对。好，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幅专业的这幅画，天哪，画太好了吧！就是我在这儿打球，一边打球，但其实。他也可以做饭，对，做家务啊。然后呢，我妈是抱着这个勺吧，应该是。对，抱了个勺，看到孩子回来的就星星眼。然后叔叔呢，然后这边告诉你我是这样的，后面就其实在抽烟。抽的烟。好有心思呢。已经马上要戒烟了，你老是画烟干什么？OK， 你点睛，画龙点睛。呦，他写了什么？他连主题都出来了，这个画的名字叫戒烟。好好好，好，毕业了，恭喜！继续努力。随着张继科家庭和那个祖蓝亚楠家庭的毕业呢，在下一周开始将会有两个家庭重新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提前看一下他们表现如何。来，请看。先换药。我干嘛还有闻呢？闻药那么浓啊！妈，你的袖子是烂了吗？没人发现，就你发现了。帮我撑大是吗？怎么就这么开心呢？你。
怎么种，我看你怎么种。给你们爆一个爆米花。算了。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把你妈染了个疯婆子呀，不合格。你是不是又把我家头拔了？你看你没有家务做，你硬做。好了，我自己拖。小胡子来喽，起来了。那明明就是我最在意的部分。服务员最在意是我。做家务的男人。也不用这样吧。好吃。哇，没想到吧？原来是他们俩呀、啊，比我还厉害。真的是没有想到，是吧？而且是不是有很多话要说，不能说，我们都憋着攒着，我们留着下周再慢慢聊，好不好？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最后的最后，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来看一下家务男的百日挑战。这一次两位叫做陈敏和胡宇昂，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两位新朋友好。 Hello 一般从笑容里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自己的自信程度。嗯，他做的比较好啊。已经开始夸了。看脸都知道这个家谁做主。你觉得谁做主？绝对是这女孩。女孩做主、嗯、我们看看吧，他们说了也不算，我们来看看吧。啊，王爷老公。喂，喂，你回来了吗？路上。那我现在开始烧饭吧。哎，这不还是女孩做吗？啊！切到我的指甲上，这个包菜我感觉怎么这么的碎呀、啊？这样子切吗？哦，这样子切。你、啊、完全不懂。我先把你切起来。你会吗？糟糕。那你回来自己弄吧。Hello， 人呢？快去烧吧，饿死了。你看你这个鱼，弄的。我没弄，店里的人弄。对呀、啊，所以它很脏，你自己看。哪里脏了？你看这些骨头，你都没给它去掉，你看到没有？老提意见。啊，这个洋葱给你切成这样，这包菜切成这样。啊哈哈！你也是个天才。男生在给你身体意见，他们家反了。你不要显得这么能干，搞得我很废物。你不是吗？自己弄吧。好吧。打情骂俏，这有点。他们气氛很好。啊，男生熟练工。恰饭，恰饭。哎呀，我现在看到这些视频就很想回家做饭。上瘾了。哎，你筷子，你去忘了。他抢过来，筷子都不给我拿。他们其实都是打情骂俏。对，我想说你刚刚用的那双拿过来就好了呀。这鱼好吃吗？嗯，超好吃啊。哎呦，我觉得我就是个白痴。我也这么觉得。啊，好累啊。你是猪吗？吃个饭也累。哇，每一句都是狠话，但是很可爱。你少打点游戏，哎，然后多做点饭，做饭也很开心啊。游戏都不让人打，你想干嘛？看那个笑容，那个爱意。我是说，你天天加班，十一点到家，你还要打游戏？我没有，还没有。不打就这么难受了吗？有小孩想玩都玩不了。那我不吃了，我去打游戏了。江峰，你想干嘛？你想单杀他吗？哎，你们好了吗？我在家里听到这种语音就会崩溃。
那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我以为都是这个男生在做家务。哥，干嘛呀？这个被单我一个人晒不了啊。那你放着我来晒，等会儿。你还要多久啊？你想干嘛？你不要搞事情啊，我跟你说。我这边看一下，我这边看一眼，看一眼呀、啊，看一眼。我们就男生打游戏，真的另一半儿如果不会的话，真的挺寂寞的，融入不进去。等会儿，我要半个小时。打完啦？好，我去晒个衣服。赢了，我晒个衣服。啊，这很好哎。他能把游戏停了，还是很顾及太太的感受的。这怎么咋整啊？你先把脚找到。找到了 ，No problem。嘿嘿嘿。这里有一个契约书。100天3个月，我天哪！哦，这还没签呢。是，疯了。这种不平等，我有什么好处？你先说。什么好处呀？这个是自愿，自愿。我现在明显是被逼的呀。快点。那你看。快点。上面签，上面也要签。遵守什么？少打游戏，还有什么？少加班。多做家务。所以胡宇昂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打游戏是吗？对，然后加班也很多，就是。其实平常他没有什么机会烧饭的，其他基本上其实他也做的很少。哦，你觉得说胡宇昂是属于不肯做呢，还是真的是没时间做？应该是没时间吧，但是他加班加晚回来还得打游戏，这点就……哎，我跟你说，他要哪天不加班了，他就不打游戏了。这个要理解。因为加班是别人在用他的时间，打游戏是他终于可以用一会儿他的时间了，他没办法。对，你懂我，真的是这样，就是别人用他的时间用的越多，他自己打游戏就打得越狠。所以有一天他如果不用加班那么晚，他或许就不怎么那么打游戏。我相信他一定会陪你做家务啊，会给你好好做顿饭吃啊什么，刚才都已经看出来了。好好的，好好的，拜拜。我们看百日挑战后的结果，到时候期待一下，拜拜。那就再见了，告别了。那么快呀？对呀、啊，六七就过去了。嗯，有空来我家吃饭。啊，好的。我们会当真的。当真的，不撒谎。到青岛找张叔，谢谢叔叔。我们去青岛肯定不客气了。没问题。希望在节目之外，我们还能够延续这份欢声笑语。大家有事儿没事儿常联系，然后也可以微博是私信一下。你继续努力，是我努力的，我继续努力。然后就是室友组好好加油，因为下一周我们还将继续。好，没问题。行了，下一周我相信更多精彩跟你分享，下周再见吧，拜拜。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每周六12点，不做家务做什么第二季，解锁更多未播精彩。每周二至周四12点，男人的家务日记第二季，深度围观逗趣日常。泡一起才有趣，来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做家务男人的 N 种打开方式。随时随刻精彩一下，来随刻 APP 参加活动，现金好礼等你拿。你的屋在这儿，不错，这屋。哎，魏大勋是不是？魏大勋，兄弟们干起来吧！兄弟们干起来吧！还是熟悉的勋味儿。给你带点好吃的，螺蛳粉。啊不，我一会儿吃。不是你尝一下，尝。我猜最后程程会尝。说实话，做个人，你做人了吗？你给我们做这个，你别整这副表情都录着呢。吃吧你！天哪！哇！要爆炸了！哎呦，天哪，真消毒啊！我第一次看拍有前期工作都拍进去了。那你帮我一下。等一下，我这边也需要帮忙。你这边也需要帮忙，我这边也需要帮忙的时候，先帮谁呢？你说。天哥。
看你们把人家欺负了。你说这风这么大，这球扔出来找不着。你别站我后面，我怕射后面去。哦，这应该是五环。啊！我以为你拉手了呢，你跟这叫着。你别死换多。郭老师该锻炼了。不行，我主要左胳膊撑不上劲儿。我试试，我试试。来自挖掘机故乡的青年，让你们见识一下挖掘机王子这个抱有山东血统的这个挖掘机技术，好吧？哇，好可以！哇哇哇！哦，有血统优势了哈。对啊。上微博参与家务能量榜互动 ，pick 你最支持的家务型男，看奇异果 TV， 按遥控器上键，奇观十人十物十音乐。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 play。搜索明星玩家玩同款，来爱奇艺拍小视频，玩家务男同款小游戏，还有红包拿。奇遇 VR 躺着看剧目电影，玩 VR 游戏，做家务的必备神器。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同款表情。参与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互动征文，就到爱奇艺阅读 APP 冒泡社区，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下载展颜 APP 看美妆秘籍，一起加入变美行列。打开百度 APP 搜索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百家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百度地图全新升级，懂出行更懂你。来新浪线目客户端一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爱回收一站式以旧换新，买 5G 手机花钱少到手快。上智联靠谱工作视频键，打开智联招聘 pick 你心目中的最佳雇主。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来下厨房 APP 轻松下厨不用愁。打开百度 APP 搜索做家务的男人百家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搜狐、今日头条、百家号、小红书、新浪新闻、百度输入法、曹操出行、智联招聘、Zucker、鱼罐头、通明、美美娱乐、天翼视讯、三六零娱乐、荔枝新闻、网易娱乐、饿了么星选、无他相机、WiFi 万能钥匙、搜狗输入法、美颜相机、永乐票务、下厨房 APP、爱上海、国际在线文娱、北京网、中华网、中广娱乐、中国娱乐网、环球网、红网粉丝网、热点文娱快乐粉丝会、方糖眼客、谈资速率、驴火娱乐、一只鱼、雷兽屋、爱回收、怪兽充电宝、西半球 APP、犀鸟公考、飞熊 APP、影视头条 APP、旺特沃音乐、小鱼 APP、江西新闻、QQ 群应用、超级粉丝团、斗牛 APP、蜗牛睡眠 APP、塔图文学、天气万年历、中华万年历、茄子日报、茄子悬赏、味饭 APP、欧沃特听吧。超级新款团爱豆巨淘想见你 APP 克拉克拉治愈 APP 成果娱乐亲家 For Fans 娱乐盒子一点资讯中华娱乐网北京文娱网中国娱乐报道大众文娱网全球娱乐风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